么意意思？简易、不易、变易。简易，很简吧？变易，变怎么会简呢？是不是？不易，不易是长，变易是变。长跟变怎么是一个东西呢？是不是？那就是简了。我就说你字典翻开看嘛，底下的词句最多的是那个最简单的字，最简单的部首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说你查那个部首，龙部就是一个龙，龟就是一个龟，很复杂吧？对对对，就一个，它没有变化，对，晓得吗？你到字典看，那个词句最多的就是最简单的那个。因为最简单的那个零件可以通用在每个地方，它就是一个最核心的。我认识一个哈、哦、医学博士哦，现在六十几岁，然后应该快七十了，然后家里附了 N 代，台湾看古董非常厉害，他收藏一堆古窑的东西，然后他传说他研究他传中国文化，他在讲这些，他在要研究他的习才。我想你很厉害啊，因为他没有武术经验，这不是形意拳吗？所以形意拳的形意是一个很深的东西，是啊，他不是那么乱搞得通的。因为一个艺术家，一个医学博士，又研究古董，又会美学概念那么深的人，他不会武术，他说要形与意，那我吓一跳。还不到人家精简到什么？看古董，瞟一眼就知道了。他看什么？看感觉，对，那是另外一个那个神器，那神器感觉那是什么？那看过千千万，对，就是形意，看过千百个东西，他一瞟，那你要问他能不能分析告诉我是怎么看？没办法，对，没办法分析，对，就是以前古董的裁缝一样，一分析就错。以前那个对，古董就是你能分析出来的东西，它都可以仿，对，哦，对。你能分析出来的，他都能仿；分析不出来的，他不能仿。对。那不能仿的是什么？神器。啊？神器是什么？精神。是那个艺术性。对。艺术性不能仿，艺术性是大师，他学养要够。对。可是仿的都是工匠。对。仿画、仿字、仿什么，他都是工匠。对。大部分呢、啊、有些也是大师仿、以前书上讲有一个人要仿那个谁啊，那个外国人到在清朝很会画画的那个郎世宁，对，请一个文人画家，这个人落魄，对，可是他是有学养，对，画得很好，谁的画都能仿，就请他仿一幅郎世宁的画，给他租一个大院子供他全家，花一年。他那种人要每天看看他画，然后下笔就出来，仿的比郎世宁的还要好。这是大师级的仿。一般的仿他没有那个，他不是大师，他没有那个学养，对，啊，对，他是照那个仿就是匠，对，那你艺术的东西看多了，对，你看那个东西总是少那么一点味道，对，那个味道是什么？就是那个艺术性，就差那么一点点，这样，就是这样子，对，晓得吗？对。武术你们练到后来练熟练的，我们在看什么？也就是看这个嘛。对，老师傅他们看差了一点味儿，那个味儿是什么？你说那个味儿是什么？他不晓得。哦，对呀，是最糟糕的地方。因为他不能讲，因为那是一种感觉嘛。对。对呀。听不懂？对。它是一个综合体。对，出来的，对，一个综合体出来的感，对，感综合体没错，
对，你要直接到拳击上爆掉，就那个综合，那个结果没有办法。所以你到练熟了，你随便摆一个架，你随便一动，人家一看，练得不错。对对对对对。那个味道。对对对对对对。那个味道。对对对。对不对？对对对，你讲的好，我不会看的是我一样，不会看的就看小地方啊，尤其现在练拳的，我们知道太极拳什么表演会的，他们在看什么？哎呀，这个跟我们的多一招，对，少一招，在看这个东西，都看扣分，那什么程度嘛，太差了，对。对。那是试图跟你们讲去学习，去学习他为什么看起来这个样子，这边这样，这边这样子。可是到后来他晓得吗？啊，你说我练那个练的人，他晓得吗？他不晓得，听不懂，那是自然出来的。我2000年还是什么时候到跟几个人到那个河南嘛，找当时的河南省国家武术队的总教练跟他太太，到带我们到少林寺啊、武当山啊去访查一些民间的武术家，下雪，然后我们看大雪很漂亮啊，大家就在那边摆架势拍照啊，我就摆一两个架势，完了，在路上说，你练的不错哦，我说我又没练，我又没练，你怎么知道？当然，你一动作就小，对，小，对，对。摆架子，哎，右手高一点，左手低一点，哎，再大步一点，再哎，这就完蛋了。所以不管他是练少林还是八卦，不管练什么的，他只要练上身了，随便一摆就是对的，是不是？对。啊、哦，那你们有拍婚纱照吗？没有，像拍婚纱照吗？拍婚纱照的摆好了，哎呀，两个相对，哎呀，抱起来，哎呀，腿高一点，哎，下去一点，笑一点，那个拍出来就很做作。真正好的两个人真正很高兴，就是在一起啊，哎，啪嚓，那个有神韵，发自于内心的神韵出来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啊。要不懂，练武也是一样，练出那个神韵。你说神韵是怎么来的？怎么来的？就是不断的去这些小地方，不断的去，你体会到了，变成你的一种运动的身体运动的一种感觉，它就有了吗？要不懂。啊、哦，练拳练到这样，你就觉得快乐。啊、哦，对啊，练武是自证，自己证明自己，晓得吗？练武是一个自证的学问，我自己证明，为什么我自己可以证明？因为我从那边练过来的嘛，对啊，我从不会练到会，我从不对练到对，我从感觉很别扭练到我觉得很舒服，很顺畅，这样没错。我从不自然练成自然，我就自证啊，对，听不懂？懂，对，听懂？哦。